亚洲第一个，而且唯一的捕龙足球，全球第一座剑龙足球，全世界第一座两数量的恐龙两兽，最完整的恐龙胚胎化石。它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胚胎了，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几百件化石背后有什么款的考古故事？请收看闽南通关内遐的代志。通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化石，窥见地球历史上一段一段往事。历时七个月的精心设计厦门科技馆年度特别展览《新龙记》，给了普通大众一个接近恐龙的机会。一个讲起恐龙化石，会当想到的就是骨头。在一日展厅，这个悬挂着一件由真实恐龙骨化石碎片创作而成的工艺艺术装置。随着装置四周顶的转动，三面金白的墙壁顶面出现了两只骨三字字。两就是恐龙两化石，包含了恐龙的出世；只就是恐龙的足迹化石，会当反映出恐龙存活状态；骨就是恐龙的骨骼化石，也就是恐龙死了以后留下来的骨头。这三个维度代表了恐龙的一生。展厅展出的第一部分是两兽恐龙卵。这两兽卵是目前全球食尸和肉食恐龙卵里面数量第一多的。在我们面前的呢，是原位埋藏数量最多的恐龙蛋，它的形状分别是长形的和圆形的。那被发现的地方都在江西赣州。那像这种长形的恐龙蛋呢，一般是肉食性恐龙或者是杂食性恐龙所下的，这一窝的数量高达48枚。那后方的圆形恐龙蛋一般是植食性恐龙所下的，正常来讲一窝是10到30枚，那我们这一窝的数量高达了53枚之多。但其实像这么多的恐龙蛋，它并不一定是同一种恐龙所下的哦。恐龙卵的生存环境，可能咱会当为恐龙卵化石所留下的温药分子个线索。埋藏环境跨越一年窥探采香当时的生存环境。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恐龙蛋呢？其实可以带入恐龙妈妈的一个思想，去看看它到底会去哪里产蛋。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蛋下面好像有非常多的砂岩，没错，这就是第一个特点，细腻柔软的砂岩，只有在这里产蛋，它的蛋才不容易破碎。那其他特点还有吗？当然有的。那我旁边的这个可以看到，恐龙蛋的边上好像还有螃蟹的家。螃蟹一般出现在哪里呢？没错，就是海边了。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得要有水。水这个特点，我们也可以在第三个蛋化石里面可以看到，
因为第三个恐龙蛋化石边上有很多细细的圆圆的石头，这些石头呢是经过河水冲刷过所形成的，由此也可以得知这窝恐龙蛋边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水资源，所以细腻柔软的砂岩以及水，这是恐龙妈妈找产房的两大要求。刚开始很多人认为大部分恐龙喜爱将卵生在很幼的沙地上面，但是沙的土地在哪有啊？到底是在森林、在边缘，还是在海边？没人知道。一直到家发现金鸭蕉和绿蕉共生的卵巢以后，未对才解开，原来恐龙喜爱在水边生卵，那呢恐龙又个是按怎生卵的呢？那第一位恐龙妈妈就是商齿龙妈妈，上面就是她所下的蛋，会发现好像我们看到的蛋仅仅是它其中的一部分。没错，这是因为啊，商齿龙妈妈会将这个蛋插在土里面。那下方就是商齿龙妈妈下蛋的姿势了，她半蹲在巢穴上，面朝外，一边下蛋一边提防四周有没有危险，然后利用输卵管向下蠕动的力量将恐龙蛋插在地里面。那这样的方法可以比较好的保护它的蛋不受到破坏，也不容易被其他恐龙所发现。那第二位恐龙妈妈呢，是泰坦巨龙妈妈，会发现它的蛋啊非常大。那么泰坦巨龙妈妈到底是如何下蛋的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小猫刨猫砂的样子。那泰坦巨龙妈妈它下蛋啊，也是会把地先刨一个坑，然后把蛋下在坑里面，再把地给它埋起来，利用地的温度帮它孵化恐龙蛋。那这样呢，也可以比较好的掩护它的蛋不被其他恐龙所发现。那第三位恐龙妈妈就是窃蛋龙妈妈了，那上面就是它所下的蛋，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蛋好像非常的有特点有规律，从形状上来看它的蛋是长条形的。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长条形的恐龙蛋一般是肉食性恐龙或者是杂食性恐龙所下的，那窃蛋龙呢就属于杂食性的恐龙。第二，从排列方式上来看，它的蛋是一对一对出现的，这是因为啊，窃蛋龙妈妈左右两边各有一根输卵管，它几乎分别同时在这两个输卵管里面各产生一枚蛋，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这两个蛋先后下出来，下完之后它就会站起来换个方向继续下蛋，下完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了。恐龙刚刚生下来的新鲜卵是什么款的？厦门科技馆利用定点投影，在恐龙卵原件顶面投影，还原恐龙卵刚刚生下来的模样。那为什么恐龙和鸟它们所下的蛋颜色有那么多种呢？其实有三个非常主要的原因。第一个，色素啊，它相当于是一个价值非常高的一个宝贝，色素含量比较高的鸟或者是恐龙蛋，说明它的身体啊比较好。第二个就是伪装色，如果说你的蛋和你的环境颜色类似的话，就可以比较好的掩护自己的蛋不被其他的动物所偷走。那还有一个就是寄生与反寄生的关系，那寄生方想要更好的去寄生别的鸟呢，它需要将自己的蛋尽可能的去接近别的鸟的蛋的样子。那同样的，其他的鸟如果不想被寄生的话，它就要不断的去改变自己蛋的颜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演化出很多不同颜色的蛋了。在我边上的呢，是鸭嘴龙的蛋。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通体是灰白色的，说明啊，它的蛋壳上是没有色素的。但我们仔细来看一看，会发现经过了千万年时间的演变，它的外壳上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在这里面呢，有四枚是经过清修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呢？没错，中间的这两个以及下方右边的这两个是经过清修的，它看起来颜色比较均匀，呈现的是灰色的，而其他的这一些呢，看起来比较斑驳，颜色会比较丰富一些，说明有多余的附着物。
那要将这些斑驳的蛋变成颜色均匀的蛋啊，就不得不提到勤修师了。这摆厦门科技馆新龙记特别设置了画招清修室，在展览期间，大家拢有清修师在现场修复鹦鹉翠龙画招。每一件化石它的处理方式都不相同，在我之前修过的化石中有一部分它是风化较为严重的，它的微岩和骨骼，它化石骨骼是比较松软的，这时候就需要清修师手头上的力道要把控得很好。那相反呢，有一些微岩很硬的话，那就用到这个气动笔，然后注意这个化石在微岩当中，在石块当中，它的具体埋藏位置，清到具体位置，然后再轮换工具，谨慎的清修下去。化石是立体，所以需要在清修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正清修的方向，哪修哪决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人做伙讨论，摸着石头过河，只有接下来的经验有够多啦，才会当知影待伫个石头内面的化石残骸走向是甚物款。对于培养清修师，我们博物馆是在此之前是通过国内行业内学科内许多专家老师的协助帮助，然后摸索出来一套培养方案。清修师需要几个基本素质，耐心和细心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呢，还要具备十分重要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清修化石是一件非常耗时耗力的工作，不用得有一时的马虎。清修一块手掌大的化石，就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亲像眼前这块鹦鹉翠龙化石，至少要耗费三四个月的时间。自古军卡不勤团，二月勇毅连夜难，延期从州到罗岛，北军南团新田中。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故事，更加是一段为北到南的女子往事。披挂军服，挥金寒。九月二十五号，今日星期一到星期四中昼一点，再过来看通过同书孙金环。化石形成需要特定的条件，恐龙卵化石也相款。首先，恐龙卵需要被覆盖或者淹没，以形成隔绝氧气的环境，抑制微生物的演化和分解。随着覆盖物的增加，恐龙卵被深深地待在地下，恐龙卵内面的坚硬部分，也就是矿物质，被重新分解和重新结晶。无机物甲有机物发生置换，这就是咱所讲的石化过程。恐龙卵就变成了化石。那安尼，恐龙卵内面有啥物呢？恐龙蛋化石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呢？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是最常见的，会发现蛋里蛋外长得都一样，是泥沙质的围岩。那像这种恐龙蛋化石啊，它的1000枚里面990枚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往前看，会发现，哎，这亮晶晶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不是水晶，不是钻石，而是方解石。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蛋埋在地下之后，这土壤当中的热液或者水会通过蛋的孔隙渗入到里面。当含有矿物质的水流从它的孔隙渗透到里面的时候，就会形成矿物晶体。那由于它的元素不一样，所形成的矿物晶体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面前所看到的，是以碳酸钙为主的方解石。那前面这个有颜色的呢，就是彩色萤石。它的化学元素含量比较多的是氟化钙。像这种石头是非常少见的，基本上100万枚恐龙蛋化石里面可能出现5枚紫色萤石，1枚绿色萤石。那我们这个呢，也是全世界首次展览，目前全球只有在广东河源发现了30多枚，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还有一些恐龙能化石甚至保存了恐龙胚胎，但是平时卵内有胚胎就会当形成胚胎化石，因为伊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所以目前发现的胚胎化石是非常少的，完整的原位胚胎就搁较难得啊。最完整的恐龙胚胎在这边。那这个呢，叫做阴凉贝贝，也是一枚窃蛋龙胚胎，它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恐龙胚胎了，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那通过这个玻璃，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真的有只小恐龙窝在这个恐龙蛋里一样。那像这样的一个恐龙蛋化石啊，是非常难得的，它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要自身高度发育；第二，在快要破壳的时候被掩埋住。第三，在后面千万年的时间都没有被破坏掉，才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恐龙胚胎化石。那之前呢，日本国立博物馆也曾借过这样的化石，但是我们并没有给它，他们那边存在的只是一个阴凉贝贝的模型，真实的就放在这个位置。英龙贝贝保存状况相当的原始，清晰地展现出了伊存活时阵的状态。伊透过保存的比较好，有着短冠而且无齿的特征，被归入切两龙类。英龙贝贝姿态伫个已经知影的恐龙胚胎当中独一无二。伊的头部伫个身体下面，脚伫个上边，身体背部因着两个钝端。起来为了让观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小恐龙在两代的身体结构和发育的过程，展览采用 3D 投影以及专业投影等技术进行了动位演示。保存精美的恐龙胚胎化石为研究恐龙的生殖行为和演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而恐龙足迹是咱直视生活恐龙的唯一方式，因为根据足迹会当推测出这只恐龙体型大小、走路姿态等相关信息。在我的左手边有两个大小不一样的足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剑龙足迹，它的足迹直径大概只有6厘米左右。但是成年的剑龙，它的体长可以达到6米，为什么足迹只有这么一点点呢？其实啊，这是一只刚出生的小剑龙所留下来的，由于它的体型比较小，体重比较轻，所以留下来的足迹也就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再往前看，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亚洲唯一的暴龙足迹。那它的这个种类呢，其实不是霸王龙，它可是一只中华前舟龙。根据足迹大小推测，它生前的体长大概是7.5米到9米的一个长度。那么这个足迹是怎么得来的呢？其实它并不是科考队员特地去科考所找到的，而是有一对施工队员在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的。当时他们觉得这个足迹好像有点特殊，就赶紧打电话找了专家去进行验证，没想到它真的是一枚恐龙足迹，也是亚洲最大的兽脚类恐龙足迹之一。那这个呢，就是剑龙的行进路线了。我们把真实的剑龙足迹给它搬到了墙上。那通过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算出这只龙它当时的行进速度有多快，只要知道两个数据就好。一个呢，就是它单个足迹的长度，也就是这里的 FL。
第二个就是两个足迹之间的距离腹部长，也就是 SL。 只要这两个数据知道之后，我们给它代入进去，就可以算出它行进的速度有多快了。走得慢的话可能是在散步，跑得快的话很有可能是后面有其他恐龙在追杀它，它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只能赶紧逃跑了。这位曾经地球的霸主，世界各国都发现了很多恐龙的遗迹，那这样福建有恐龙吗？这个答案一直到2020年的年底，科学家在岭南市上杭县龙翔大道发现了一块面积大约1600平方米的恐龙足迹群的时候，才有了确切的结果。在展览馆内面，工作人员选出龙翔村恐龙足迹群当中最有代表性的16平方米，以建模、翻模等方式对伊进行高精度还原。那我面前的这个模型呢，仅代表了这其中的16平米，也是非常典型的这16平米。那在我面前这个像莲花一样的足迹，它是鸟脚类恐龙所留下来的。那在我身旁这个圆圆的非常大的是蜥脚类恐龙所留下来的足迹。那在中间还有一个像爪子刨过一样的痕迹，那就是兽脚类恐龙所留下来的了。当然了，除了单个足迹以外，在我们这儿还有一整条恐龙行进的路线。我们还可以对着这个足迹比一比，会发现这个足迹很小，步子也不大，说明啊是只小恐龙留下来的。因此呢，通过足迹我们可以获取到很多跟恐龙有关的信息。足迹化石的保存也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它能保存的完整并且能看得出是足迹还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更是教科书里面的典型案例了。那像这一枚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三个指头长度都差不多，胖胖的。那这种啊像莲花一样的就是鸟脚类恐龙所留下来的足迹了。那我面前的这个跟它相比，它的特点就不一样了。像前面的这个呢，它的中间这根指头最为突出，整体看起来细细长长的，从指根到指尖的趋势越来越尖，像这种就是兽脚类恐龙所留下来的足迹。通过足迹我们可以知道，兽脚类恐龙它的爪子比较尖，那它有这样尖尖的爪子捕猎用的，所以说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知道兽脚类恐龙它的性情也会比较凶猛一些。恐龙家族成员庞杂，生得奇特，因之间的形态差别真大，所以对因进行科学的分类确实是一个难题。恐龙的种类有很多，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区分呢？有人说了，通过它吃什么去区分，还有人说可以通过它体型的大小去区分，但其实上我们可以通过恐龙的骨骼去区分它们到底是什么龙。那它主要的位置就是它的长骨、尺骨以及坐骨之间的一个结构了。像我旁边的这个呢是鸭嘴龙，它的长骨看起来像是一个斧头一样，那这个就属于鸟臀部的恐龙。如果它的骨头看上去像是一个三角形，那说明它是蜥臀目的恐龙。那长骨究竟在什么位置呢？大家可以叉了腰，摸摸自己腰上突出的这个骨头，其实就是恐龙的长骨所在处了。为人类发现恐龙、了解恐龙到研究恐龙，已经有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历史。对于恐龙的探索和想象啊，将来无停过。在馆内，咱会当试着用科学家的视角，通过观察恐龙遗留在化石顶面所留下来的温玉痕迹和线索，了解到灿烂多彩的恐龙世界。